兄弟们，好不好听？哎呀，没听够吧？说了说了，今天检查作业，检查作业之前，咱能不能先听两首，听个够再检查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因为好多兄弟没有听过他唱歌，应该上次在舞台的时候，应该是去年了吧？对，去年跨年的时候。对，跨年的时候，所以说有好多兄弟们不认识，没有说点关注的，一定把关注点上。你现在几点直播间？我现在还是7:30，然后我可能过下个星期我可能要下午播了，因为我要户外，但是具体的时间我现在还没有确定好。你在哪里户外？记得告诉我们，我们好去现场看你啊。好，谢谢师傅。谢谢。到时候兄弟们有想去看的，别空手去啊，送点花花啊。谢谢。想听什么？谢谢兄弟们想听啥？打在屏幕上。完了，挑几首歌好不好？这样吧，有的时候打的他也不一定那个九儿现在可能都唱了，应该开了好久了吧，不一定能唱得上去。九儿，你这样，你来个3首、4首的歌让大家跳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自己说两个歌。好的，那我就挑一个，一首《情醉》，然后一首《有缘人》，然后一首《妖妹住在13寨》，这三首。兄弟们想听哪一个？开始喽，屏幕点歌。朝圣者，兄弟们你太高了，太高了！下次他嗓子就是刚开播的时候，或者什么条件非常好的时候。现在刚才我一听，他嗓子还是有一点那个，有一点哑哑呀。对，是的。第三首啊，第三首是什么歌？情醉好像多。情醉是吧？情醉，好，那就情醉吧。这首歌有点，好像打的都挺多啊。不是很高。那我就来首情醉吧，好不好，师傅？好嘞。坐好小板凳，掌声在哪里？刚刚看到我师傅连过来，我一下子稍微有点紧张。这回好点吧，好久没有见我师傅了，真的，我好想我师傅啊。谢谢大家。一个人跳着孤单的舞步，让寂寞就像流泪的红烛，任我心反反复复为谁而倾诉，断起梦波荡，心里无助。曾经欢乐有过无数，是凄美的谢幕。我和你之间能谁赢谁输，只有奈何桥分别一幕。谁是谁非，谁错谁对，谁对，谁又是为谁摆下情罪，红尘再没有今生轮回，情是豪情又该为谁醉。
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谢谢，感谢我师傅家哥节目的给九儿点的关注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大家。谁是谁非，谁错谁对，谁又是为谁犯下情罪，好听。还有下边兄弟们说，哎呀真是专业啊，他是不是专业的呀，唱民歌嘎嘎也好听，咋的还想听个民歌啊？那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十三，幺妹住在十三寨，再来一个，听醉了听醉了啊。哎呀，再一个他的歌风还有说，哎，跟那个飞的歌风不一样，对我俩的这个唱歌的这个歌风呢还有这个感觉不一样，他的声音非常的甜和高，对不对兄弟们？虽然我不是专业的，但我徒弟是专业的，没办法呀兄弟们，给整一个。好嘞，那我就来一个，我要翘二郎腿了啊。幺妹住在十三寨，兄弟们掌声呢，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的九儿点点关注啊。好，请师傅为我转身。来了啊，家人们，我住在云南，
哎呀，看出兄弟们卖力气了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！这歌声作业是检查完了，一会儿我们要这个要什么的，要连线一下谁呢？我先连一下，我看看泡泡好不好？今天上舞台的那个谁呢？有个泡泡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上舞台的啊？泡泡，这样啊、让我们就是稍事的休息几秒钟啊，我连一下我们的泡泡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还有说，哎呀，这徒弟漂亮，不光漂亮，唱歌也漂亮。这带出去行啊啊，那必须得行啊。Hello Hello， 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。我九儿。哎呀 ，Hello， 我九儿。一会儿要检查作业啊。好久不见。这我的速度挺快。老板，我的客户嘛还没来呢，老板。我刚开播啊。你也刚开播呀、啊？那这样吧，那你来首歌呗。我来首歌，好。那我在你们两个面前唱歌，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？嗯，不会的呀。那我来个、啊、来个嗨点的歌吧。行，也刚开播。行。看那叫啥了？哦，我拉一下他。嗯。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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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哎呀，人呢？我先拉人啊，你先唱啊。我先唱啊。行、嗯，那我先唱着。那我来个盲童吧。送给三家的哥哥姐姐们，来个嗨点的啊！就这样，就这样飘来，我是个需要温度的盲童。就这样，就这样飘去，我只想迷。小程啊，昨天小程没带小程，昨天小程是那个出去玩了啊，出去玩了、嗯、这回一起检查
作业啊，刚才唱歌了一会儿小程，一会儿他俩都唱了这个半首歌一首歌嘛，一会儿小程结束了之后我们再表演一个啊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那个泡泡，刚刚唱歌的泡泡点点关注啊。第一个进来的是我们的我徒弟九二啊，还有这个刚刚进来的叫小程啊，争四保三呵呵，我这回要罚第四啊，这是我要奖励第四啊，所以说不能我要第三，能第三的话兄弟们就第三啊，但是第二我都不要啊，先说下来十分钟，一会儿我们再见啊，兄弟们一会儿给我加成啊，有点忐忑啊，有点忐忑。好的，好，好的，啊、好的，一会儿见。来，黄金家人们，我们有礼物的，尽量送到这三十秒，好不好？这好，黄金三十秒，他来喽。黄金三十秒，兄弟们，我不能第四。我怎么也得干个第三吧，双倍冲呀！哎，再次感谢我们的初一，还有胖圆范远哥，这么狠吗？唯独这个七彩这个是最不狠的那一个。检查作业的时候，我也在检查你们呀。已经第四了，已经第四了，能不能变成第三？第四完了，我这把第四了，我就不玩了。我立志一定要争第三，我争第二我都不要。我们的非常好听送来的梦幻气球，现在不要，我们过过加成啊，我听一听他们加成能不能过去啊。帮你胖过过加成，需要兄弟们七十个人，感谢老大家的哥哥姐姐，去泡泡那儿帮忙过一下加成啊，他差七十个人，43个，还差43个人，他那个还差43个小肠啊，我看看九。哇，这把他们好厉害啊，家们他们好厉害啊。九号好像过完了啊，能不能有点出息，咱们就靠医药费活呀，我就想挣第三，能不能有点志气，再以后的话老丁第四的话不带你们出去检查作业了。谢谢我们的云博，不跟你开玩笑，如果第四没有下巴不检查了。九人家自己家能过加成，九人那应该没问题啊。待加成还有20秒，还有18秒。我不信，这不是真的。兄弟们，5个数不用多，气球一人一个气球就摆平了。3、2、1。送来的跑车，感谢我们的盛海哥送来的
还在努力的挣扎。借着金秋，金秋一起欢笑，许一份祝福，许一份兴旺，许一份风调雨顺的好景象。亲亲的再杯，再杯春光好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差的不多，就差一个零。走走着江南，江南鸟语花香，欢聚一堂，欢聚一堂，听一听幸福和美满的儿童唱。再杯，再杯春光浩荡，走走着江南，江南鸟语花香，欢聚一堂，欢聚一堂，献饮一杯美酒，心花怒放。喂，啊，好使了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你这什么？这是这什么大花猫？还有山里的鱼？这什么？这个人怎么躺下了？但是啊，他们三位啊，真的就是差的不太多啊，都一个个好稳啊。加成啦，带加成了啊！对，啊。牧师二哥回来了，谢谢我刚才，谢谢我牧师。他们都过去了没有？啊，耶！加成了，兄弟们，加成了，我要再挣扎一下。这就我有三个飞机，算了吧，三个飞机死孩里了，别说了。你要为了挽回一点颜面的话，咱们可以少来一点，要不然太可怜了，要不然真的太可怜了。听话，咱不挣扎，得挣扎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相差真的不多啊！你说你们这一个没有别的了，全在这躺躺躺。差的不多啊，泡泡13万啊，乘20啊，我们就是15，快16了，还有黄金一分钟的时间，差不多都一开头了，小乘已经二开头了啊，听听能不能守住？谢谢万哥，哎呦，真是有条件呢，昨天带他出去飞了一把，今天还能啊，我们可以走走百元榜，看看最后咱们家这一把 PK 能不能上到10个百元榜，好不好？一起加油。这也挺猛啊，因为啥？因为那个泡泡是刚开播，最后30秒了，家人们，最后30秒了，最后30秒了，大哥放卡了，家人们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哦吼，18秒，还有18秒，哦吼吼，泡泡是迷雾，现在啥也看不见啊。哎呀，这个手速可以呀！
听话，咱放弃挣扎。我告诉你，一看小程就是老油条，没事的话是总打 PK 呀。谢谢我九九，感谢我九九哥，谢谢婉哥啊！我听听这边，谢谢我无情书的百人榜，谢谢我们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泡泡刚开播就这样实力也行了。现在好像泡泡和小程都是刚开播，谢谢你们，让大家破费了。哎呀，我稳稳的第一，谢谢谢谢。开个麦，开麦，好了，开个麦。哎呀，那个老大，我倒数第一，你奖励我吧。我是倒数第一，好不好？你不算啊？我算的，我算的，我每回都是算的倒数第一。你算考察工作啊？我算的考察工作也是倒数第一。来吧，让我们的泡泡来半首吧，别整一首了。都挺那个啥的，完了一会儿回去好好直播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，先给我们的泡泡点关注好不好？让我们的泡泡先唱首歌啊。行，那我来一首歌。嗯，那我来一个。谢谢泡泡家小奶狗送来的泡泡。我现在还在突突呢，姐，是突突呢。你是太有条件了啊？嗯、没有，我真的太突突了。那我来一个，来一个啥？没准备呀。来半首。来半首，好。嗯。我唱一个，瞅你们这个损色，这个小人往那一平，真丑听了。我唱一首老大唱的很好听的歌啊。都看别人怎么说。请你走好自己的路，别去理会那些不相干的人。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就不要随意评价我。别去理会那些莫名的说了，你认识的人呢？是真心的人没有几个，再怎么改变也做不到没有缺点。生命是一段旅程，自己选的路跟也要走完，有梦的人才不会显得哎呀，好听！我每次听到这首歌，心里边都是有点那种酸酸的啊。老大，这首歌是天花板啊，很好听啊。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。泡泡，明天几点播呀？户外？啊，我是周六播，老大。我这两天嗓子还有点哑，我说我再养两天，然后我等周六的时候播。好的，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，给我们的泡泡点关注。嗯，好，谢谢老大。好，接下来。有请我们的九二，你们真损色。嗯，哎，九没开麦见声音啊？啊，是我没开麦吗？我也没听到姐。嗯，我也没听到。啊，九，你重开一下声卡呢？对，听不到你说话。不是我关麦啊。完了，刚刚跟我出现一个问题。不愧是师徒两个啊！完了，这都传给你了。哦，那我先来，要不然行，那小程先来。完了，让那个重开一下，看一下。嗯，完了，让那个让九儿弄一下。刚才我是重拔了一下，重插了一下。那我就唱一首《如果》吧。谢谢大家。我还没开嗓子。
就去天山的南坡寻一处开阔，熊熊云飞过，当日落牵出了一对骆驼，那边山上的来客有可能是我。你还说如果爱我太忐忑，就去天山的北坡探雪湖，与我采雪莲几朵，当牧歌点亮了万家灯火，你生命中的过客不可能是我。唱到这儿，哎呀，我问一下九儿啊，大家喜欢我们小肠的，给我们小肠点点关注啊！今天也是在台上唱歌的那位啊，腿长长的，对，这个小姐姐啊，就是她，就是她。嗯，你白天现在几点播成？我现在白天不播，姐，最近有点就是贫血，老晕。那你可那个啥啊？好没好，九儿？嗯，好像还不行哎。嗯呢。行吧，可能是为了这个声卡，为了心疼他，那个时候都已经唱三首歌了吧。行，好，来吧，那我们就那个啥吧，就到这里了。九儿去弄一下声卡，我不知道他自己直播间能不能听得到，但是我们可能是听不到。大家没有点九儿关注的，还有泡泡以及小程关注的，大家给我们泡泡、小程还有九儿的关注点上一点啊，谢谢。好了，那去弄一弄，完了小程也播吧，还有我们的泡泡也刚回去。好的，我老大。好的，嗯，好的，再见。嗯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哎呀。还老要医药费，老要医药费，好尴尬。我就说了嘛，你没法给什么医药费呀、啊。人家凭努力上的票去上的第一位，什么？我就说了，上点分，上点分，不能第四，起码得第三。你这是躺的，不是打的。换个表情，能不能有没有站起来那个表情？不是躺着的表情。还有啊，你再这样整的话，我就不玩了。你这非得就是说要点医药费吗？而且昨天那个小程出去玩的时候，人家也没少上分啊。还有人家那个九九哥也过来光刷个华子。现在几个号啊？现在我就这个腿哥那个不播了。欢迎我许仙哥。主要是你没躺好，姿势不对，不是姿势不对，是这玩意儿是不能自己躺，你必须得挡躺，不是挡打打躺下了才算躺，自己躺那属于玩赖。不行，这玩意儿太厉害了，我兄弟们，我给你们换一个新底儿吧。不行，咱得换个新人了，这不是为了那个啥，是为了你这接的速度是真快呀。哎呀哈喽啊，换一个兄弟们，就换一个新面孔啊，不是为了换一个新面孔。我看看啊，笑什么这么开心。
我看啊，我连一下糖糖啊。嗯哼，别笑啊，新面孔，新人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我告诉你，再要排第四的话，那有点不多那个什么了，那有点过分了啊。哦呵，哦不对啊，我再复制一下，啊这个也不对，啊我再复制一下。我给你整个四个啊，四个框好看。感谢关注，三个框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这组绝对没问题，放心吧，别给我整第一下啊，兄弟们啊，我就第三就行了。还有一啥啥玩意儿？还有一啥？这一天，检查作业了啊。Hello， 老大。哎呦哈，你们仨穿的是一样的呀，我才发现。呀，是的。赵彤彤变小了呢。是的，没错。全员什么玩意儿啊？好嘞。哎呦，那你怎么没给我整一件呢？喜欢呐，喜欢。行，下次安排。行啊，我能不能穿得去？我能不能穿得进去啊？我才发现一模一样啊，兄弟们。穿得进。为什么管叫三傻？你们是不是经常一起玩呀？嗯，他们说我们三个虎。腿哥穿的，嘘，别嚣张。来，我快快字啊！别嚷，别，来，先继续了，黄金三十秒，兄弟们啊，开始了，直接开始啊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加油们！这回黄金三十秒，我这回排第四的话，我就加地缝里去。谢谢，感谢我大舅，谢谢我大舅，谢谢我浅蓝哥，感谢。他怎么亲戚还上来了呢？不赶趟啊，你这也没赶趟啊。这一个个，哎呀妈，我还第四。我还赶不上小鱼，兄弟们！哦，感谢我大然哥的鲜花绽放，家人们，咱们有条件哥姐姐们，咱们一起往上的，一起搭把手，一起搭把手啊，一起搭把。我发现了啊，都挺有分啊，兄弟们，我没分啊。第四我告诉你了，第四指定没有医药费，为什么？人之常情，为什么要给第四医药费呢？一定是第三才有，你们想要的话，你想躺平也得是第三躺。怎么上一回第四怎么也不得争回第三，要点面儿啊。你认清现实吧，你就第四的命，你要这样式的话我不玩了啊。这我怎么能带好他们，我怎么带领他们一起发展？严肃的问题，怎么能带他们一起发展，对不对？作为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兼职菲尔，外号腿哥，没事再加个播，完了排名第四，从哪块也说不过去啊。这直播间的人加起来都没有咱直播间人多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尴尬，但是我觉得直播间人很尴尬。帮忙过加成啊，过了没？就在这说话了，过了没？关注加成了，兄弟们！哎呀，我姐都看不下去啦！谢谢我新新送来的抖音一号，看没看见？第三呢？我
兄弟们，不用了，兄弟们一人来个棒棒糖就行了。第二都不要，来个棒棒糖就行，一人一个就好。兄弟们，感谢一下我姐，姐你就是这条街最靓的靓仔靓妹，看没看见？还得是我姐，不用多啊，棒棒糖就行啊，变成太多了啊！哎呀，谢谢我姐，姐在给我点那个展馆吗？金柳维车号码为88869。怎么又开始？谢谢大家的棒棒糖，谢谢，感谢我姐，今天破费了，经典礼物齐了，谢谢我姐，谢谢七星。不会，干脆捧杯齐对，满了满了满了，我的展馆满了啊！现在就差什么了？我看看啊，都点亮了吗？啊，全点亮了。没有，我第二不第二我都不要，我就要第三就行啊。谢谢。还有一个加成，得看还有一个加成。谢谢大家的棒棒糖，别使大了哦，使大劲的话一会儿变成第二了。往事如烟，你除了会发那个躺的表情，你还不还会发一下别的表情？衣服咋不一样？衣服我换过来了，换了一个 T 恤。什么管理把榜一踢出去，我打你，我容易吗？我换一个，欢迎看网哥，谈谈啊，你得加油了，你不加油我要第二了。哥，完了，他家亲戚也来了。啊，看看，我看不了，不见。感谢哥哥们的关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入团卡，谢谢你们的关注，感谢大家的小心心。这是三胞胎嘛？应该他们仨是一起买的这个衣服。他怎么又用我的歌？我的歌这么好使吗？为什么我的歌我自己放不好使？点关注啊！对，点关注的，我现在就是想要我的关注过万。过家常了，兄弟们！兄弟们，过家常了，过家常了！兄弟们，帮忙我看看他们都加成啥样，帮忙过个加成。尽量把第二次的加成过了，刚刚那个加成挑战就没成功，这次我们把第二个加成拿下。来来来，过过加成，兄弟们！加成我们快一下。哎呀，谢谢我也不送了，送来的私人飞机。60秒钟，来来来，我看看小鱼。谢谢大家的助力，辛苦了，辛苦大哥们。帮忙过个加成，去去去，兄弟们，去加成，去加成啊！完成了，完成了，谢谢大家啊，完成了。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大家。还差50个人，我们努努兄弟们，招头的加成没过去，帮忙过一下，过一下，过一下，过一下。来个小心心，每个人 啊！我得过完了，还差28个人。哎呦我去！给他秒了。快去，去完再回来，同一服装吗？就我不是。OK， 秒还有20秒，20秒钟会有一个加成，20秒后有一个加成啊，哥哥们，20秒后有一个加成啊。这是过完过上加成之后了，他要。我们待会儿有条件的哥姐姐们一定要打在加成上面啊。哦，原来是这回事啊。哦，是这个样子。加倍了，我现在。兄弟们，我们也要过加成了啊！马上加成了，加成了，加成了，加成了。加成了，兄弟们啊！哎呀，糖糖有条件呐！兄弟们，追糖糖！啊，我变成第四了！还有30秒的加成，还有30秒的加成！
来，谢谢我们的飞扬。哇，还第四呢，还有13秒，还有10秒的加长，谢谢无影无踪，第三就行，第三就行啊，现在第三了啊，现在第三了。你给我稳住第三啊，稳住第三，稳住第三啊，谢谢我的重启，谢谢。哎呦我去，现在那小鱼儿是第二名了，挺，哎呀兄弟们可以了啊，不用动了，我去听听对面什么情况。我们能保一下第二吗兄弟们？哎呀他迷雾了，没事，迷雾了我也知道我是第三。完了打没声了，你这个啊来了。最紧张的是你，那可不是吗？紧张30秒来了啊！感谢我大家的接力卡，谢谢。还有20秒的时间，还有10秒钟啊！老师，感谢我新门哥。啊！我又变成第四了，还有5秒。这什么鬼？这都是。还有5秒，还有5秒，保个第三，保个第三，保个第三。谢谢我们的风沙送来的跑车，我又被拿下了吗？现在都这么狠吗？新主播我都整不过了吗？都这么厉害了吗？这一个个都这么狠了吗？感谢大家入团，太破费了，保第四成功，兄弟们我们成功拿到了倒数第一名，医药费，感谢。啥医药费呀？不要，不行，我没拿到第三，没有资格要。来吧，让我们的谁，糖糖吧，应该是先表演半首歌，或者就给你这个1分钟的时间，你就自我展示，你就是脱口秀也好，跳舞也好。之前老师唱歌，这次给大家搞个不一样的。哎呀好，搞个不一样，有节目啊？有，准备特地精心准备了一下啊。哦，特地精心准备了一下。我要让我的助理帮我一把了。还配助理了？还有助理呢？没错。助理关灯，助理。哎呦，诱惑呀，哟，歌呢？助理，开始了，准备好了。兄弟们，那个点点没有点关注给我们糖糖点点关注啊。
行了，你都跳到一分钟多了，还在这摆摆摆摆。助理，把灯开开。太黑了，助理。助理有点黑啊，太黑了。咱能不能商量，下回再玩的时候你少关一盏灯？太黑了，就能看见你的头发，但是能看见你在晃。主要你这个姿势，就这个姿势完全看不见。我就拿它放大的眼睛啊，就在这看，而且好像不能太长时间的黑屏。老大拿个就是黑，太黑。嗯，李斌哥哥说去送医药费，谢谢李斌哥哥，谢谢大哥夫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兄弟们给我们的糖糖点点关注啊！糖糖发现，哎呀，李斌哥呀，谢谢李斌哥，谢谢，感谢李斌哥送来的都市游侠。没有那个点糖糖关注的，给我们的糖糖刚刚跳舞的啊，刚才这个助理把灯给关了。那个糖糖，你现在几点直播糖？晚上十点二十，晚上十点二，下午五点二十。下午五点二十两场，你一般播到几点呀？一般这个晚上的话播的比较晚，可能四五点吧。谢谢新闻大哥呀，谢谢新闻大哥，谢谢大哥，破费了，破费了，破费了。来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月儿，来首搞怪一点的歌吧。搞怪一点的，三姐。兄弟们，帮忙感谢一下啊。反正我也不是啥正经主播、啊。一步一回头，小哥哥你好可爱，好温柔，青春有阳光，我现在很疯狂，不知道会怎样。大步的向前走，小哥哥你好，能交个朋友，我忘记带钱了，能借我一点吗？我微信。哎呦了，他都是这样吗？为啥老丁管人叫三傻三傻？真是的，真是的，真是的，讨厌讨厌讨厌！没有给我们的小鱼儿点关注，给我们的小鱼儿点点关注。谢谢。但你唱这样的歌真的挺好听的，感觉真的不一样，就跟你一样长得甜甜的啊。他们为什么管你叫三傻？谢谢，能不能介绍一下？他们说我智商不够，一看就傻傻的那种嘛。那明天我叫四傻。欢迎同衣服床，他们颜色是一样的吗？对，他们颜色是一样的。有请我们今天晚上的冠军招头。那我来一首，我来一首，他太甜了，我那你来一个不甜的。对，我来一个不甜的、来一首女人如书，希望大哥没事来翻一翻来。呀，这口才行啊，这口才都不错。这咋还整掉链子，整哪儿去了？没事，我不着急。那我来个 DJ 的吧，那个找不着了。关一下我们仨麦啊。字里行间写满幸福。
生。但是别老说人啥，我觉得他们仨我得竖个大拇指，家人为什么？你就看衣服也好，或者准备节目好，这就是没事他真的做直播内容。他们仨虽然说是新主播，但很用心，而且在短时间内，就是在短时间内能得到直播间很多人的认可，是不是兄弟们？是打一个是，我不知道有多少兄弟们看过。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兄弟们看过，没有给我们赵腾点关注的给赵腾点点关注，也再次感谢神秘人大哥送来的抖音一号，谢谢猛哥，谢谢我们风沙，还有我们的李冰哥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几位哥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们的虽然说咱不能说这个节目内容咱是最好的，但是这份心意他是用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拿一手短，家人们能不能把关注给我点上一点？谢谢家人们，招头的关注，小月的关注，还有我们的糖糖的关注，家人们一波点一波点一波点一波啊！我把麦关了，谢谢大家关注。还有没有给我们老大点关注的也点一点啊、哦？哎呀，你看看这小嘴真甜啊！你看一个嘴甜，走过路过的没有没有点点关注，都点了都点了，也点一点、哦。虽然说他们三个看着有的时候大家给起着什么傻傻的，其实就是可能什么的，有的时候他们仨都年纪都不大，也是刚出学门没多长时间，就能看出来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怎么讲呢，就不像我像那种老油条的感觉，他们俩就是比较稚嫩，所以说需要大家点关注，没事多陪伴，好不好？完了，交给你们仨个任务啊，再圈一个人，好不好？嗯，必须是三个人就全赢，就完成任务啊！有没有信心？你们三个有有啊？那我就先撤了啊！有点没有底气。我问一下，赵彤播多久了？四个不到四个半月吧。小鱼儿呢？四个多月，两个半月，两个半月。糖糖呢？五个月了，五个月。好，兄弟们，行，我知道了，以后不再找他们玩了。他们都太厉害了，发展有点快，咱们以后找不到一个月的玩。小鱼儿和糖糖好像是双胞胎，没两个半月，我给你找一个不到直播一个月的，再稍微再挑个，再挑一个那个啥，咱再挑一个稍微那个，嗯。我连一下，就是大家在舞台上看过的什么呢？就他叫那个飘飘。哎呀，今天的感觉好不一样啊！啥情况 ？Hello， 老大。哎呀，Hello， 你直播多久了呀？现在一个多月。啊，一个多月，没问题啊，兄弟们，没问题。真紧张了，家人们。我再给你找一个啊，兄弟们。再找一个。老大好漂亮啊！哎呀，谢谢夸奖啊！啊、嗯，你咋这么好看呢？天哪！来，我再连一个啊！嗯，啊！什么情况？笑什么？小陈直播多久了？小陈，不到一个月。哎，兄弟们，这个行，一个月不到一个月的，我再来一个啊！为什么只有我这么黄啊，家人们？没有啊，不一样，就你们是感觉不一样的感觉，嗯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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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你又把你那个长音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好，哎，我怎么放大不了？全员放大 ，OK。Hello。问一下，半夏直播多长时间？第二个月的第几天？那就是俩月呗。我要连一个月和不到一个月的，那你超出格了。不，我不到一个月。啊，不到一个月，我还没满月呢，啊，没满月呢，跟你们讲一下是怎么玩啊，我来检查一下，第一呢，检查直播间啊是什么样子现在，第二呢，要检查一下各位的才艺，是不是？不管唱歌跳舞还是口才，拿出了一分钟的表演才艺时间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检查一下我们各位直播间现在做的情况是什么样，十分钟的时间啊，来，黄金三十秒开始了。一个没满月，一个刚满月，还有一个俩月，这要打不过我不玩了。
那个半夏是咋的了？不能欺负新人上票，正清主，别发疯。我们需要上票的。我看见票了，兄弟们。那我也不可能是第四。这是我的化妆师吗？曾经是，现在已经不是了。我现在已经跟他绝交了。不，我要，我还是要第三名。那他们的加成能不能过去？他们加成是多少啊？就是那个，就1.5倍啊。兄弟们，先过一下自己家的加成啊！我去瞅听听什么啊，怎么个情况？哎，112还差，差差，家人们上上上！现在差110个人，哥哥们。他直播应该还不到一个月。我有点尴尬，我激动了，我看到老大，我激动了，那我偶像啊！啊，好，我看票。谢谢哥哥们，我们把下个月的票拿出来，我们加把油啊！谢谢哥哥们。帮忙去过个加成，舞蹈一下，谢谢哥哥们，我们差24个人，谢谢咱们哥。好，我看看。嘟嘟嘟，半夏过不过加成呢？兄弟们，三个直播间帮忙，一人来个小心心，过过加成。嗯，过加成了，过加成了，过加成了，哥哥们，一人一颗小心心，一人一颗小心心。嗯，我们过没过去？展馆里面的东西吧，哥哥们。点他们要点展馆吗？谢谢哥哥们，哥哥们辛苦了。过没过去？第四完了，这不可能第四了。兄弟们，上点票我都能第三。你们要这样式的话，真的是欺负人了。你们不是欺负他们，你们是欺负我。没有三傻厉害吗？那不一定。这个怎么感谢兄弟们？这三个字念什么？我最后一个是念书，是不是？书哥送来的气球，谢谢庸夫哥送来的气球，谢谢我们的魔灵第三名。OK， 收，不用了。现在1.5加成啊，一人来个棒棒糖就行，有个小心心，点个小心心啊。你们先主播，你们还躺下？你们能不能有点？嗯。这青竹，你要再说话，你一个飞机都保不了你啊！偷听啊，偷听谁的？哎呦靠，这多少啊？谢谢哥们的小心心，谢谢哥哥们。哎呀妈，谁看见我的小熊了？谢谢我哥送来的飞机。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我这个大场面没有见过呀！谢谢哥哥们的小心心，还没见过，瞅你多少分了！欢迎我十年哥，欢迎我一天天哥哥，欢迎我神奇哥哥，欢迎我如梦哥哥。应该还有两波加成哈，他们是过去了吧？他们发大财，请大运，明天双倍收回来 ，double double 收回来，谢谢哥哥们。我们点点展馆吧，哥哥们。点点展馆。哎呀妈，谢谢我们谁看见我小熊啦送来的跑车。动一下，哥哥们，我们一起加加油，努努力吧，哥哥们。拜佛，谢谢哥哥们，我们还有5分钟，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张青竹，你不行说话，你再有说话，一个火箭都已经保不了你了。谁上的嘉年华？人家上的吧？你在我屋看见了吗？谢谢优虎哥送来的春日印象。Hello 摩托，第四保不住了吗？能保第二，现在我觉得。
一会儿就上了，正清楚，你别一会儿上，一会儿不太好把控，你就这块得了。我发现一个规律，你凡是说话的时候，你从来不给我刷礼物；你刷礼物的时候，从来不说话。我还是喜欢你不说话的时候。你慢慢品嘛，你能不能不要动听，不要刷躺着了，还没结束呢。你们能不能别这样，就我就直接就躺了。我可别欺负人啊，是你们欺负我。我先出来教育教育自己家的这个，完了这个主播，对不对，上上课什么的。完了倒好，让你们给我上课了。我现在检查一下作业，反倒自己的作业完成的不怎么地。过家常啦，还差51个人过家常啊、哦！看看过家常来。谢谢我九爷，欢迎我人，欢迎我神秘哥，欢迎我小黄鸭哥哥。咱们家没有送个小心心的，每人来个小心心过一过家常啊！给我们小城去过一下家常，兄弟们，我看看啊，谢谢哥哥们。他是过家常还是不过家常那个呢？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！啊。哥们，我们点个大的，点点展馆里面的东西，谢谢哥哥们。李斌哥，点个大的，点个大的，谢谢哥哥们。第一是个憨憨吗？我听的感觉有点像啊。他平时的话，他也是这样。穿五条条，世界太美好。星期六、星期天，不用起太早。等他来，谢谢哥哥们关注。但是我觉得他。刚才那几个傻傻，我估计他们可以在一起直播哎。那三傻加一个他也行。谢谢我们的专属送来的信息啊！谢谢大家送来的信息。1.5倍加成呢！谢谢谁看见我小熊了？Came to turn up at they favorite festival. Turn up. I need some people,、What? some party people,、hey! to jump off stage and break. 你凑齐个啥和你那个徒弟 PK? 我打你。现在我还是第二名啊，但是好像我也马上快第三名了。我去，这不直播不到一月，小陈也可以啊。Candy flavors, calling all my hipsters. 还有30多秒，看看。他这票数应该是稳了，他怎么也咬手指头呢？搁那什么情况？我看看啊。谢谢哥哥们，哥哥们 double double 收回来啊！谢谢哥哥们，哥哥们能不能拯救一下咱们？还有26秒，拯救一下咱们。最后20秒了，哥哥们。我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一个 U 是什么东西？谁看见？谢谢我们谁看见送来的春望。现在插个飞机了，现在插个飞机了，我不敢。过来哥，过来哥，出塔了。哥哥还在和三秒。他放个迷雾，他也是第一呀，半夏。好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我虽败犹荣。结束了，我们第三，我们第三。哎呀妈呀！今天晚上。最好的成绩呀、啊、兄弟们终于打出来了。
我来说一下感言吧。今天晚上从9点直播到现在，今天最好的成绩就是刚刚，感谢兄弟们给我送来的荣誉第二名。好，这样我们先把麦开开啊。嗯，当麦开开了，我先听他说。欺负人，我哪欺负人了？我都是被人欺负的，好不好？真是的。这样，第一名，飘飘。好的。飘飘，大家可能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啊。我看看怎么这个能放大一点啊。我把这个，就 PK 的时候，好像因为完事儿了之后，重新再开一个之后，完了再给你们放大，是直播间瞅着是最清楚的。这样瞅着清楚一点，来吧。一分钟的时间表演一下才艺，脱口秀、跳舞、唱歌哪样都行，让我感觉让我们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你啊！主持人飘飘吗？对，就是那天在台上的主持人，他叫飘飘。洗脚啊？不是，我就说了嘛，今天和那个说的，我们三个洗脚，你们三个洗脚，我们三个都洗个脚吧。怎么个洗脚？你们都玩什么？给腿哥洗脚。这个比较跳舞唱歌的什么的哥哥们都见过了，有很多哥哥可能没见过洗脚。哥哥们，我来给你们洗了脚，我们也可以再跳一个舞，好吧？谁让我是倒数第一的啊？来曲儿了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好浪漫。腿哥知道吧，这就是我们平时玩的，我们都快成整活主播了。可以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因为怎么说呢，这个唱歌的特别多，有的时候不光是要听唱歌，大喜欢大师傅最喜欢洗脚，三号技师。哦，我是88号，那个是99号，待会儿让他给你们洗吧。我是88号。你是要跳舞吗？当然是洗脚了。当然是洗脚了，我们来个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时间交给你啊，我就不说话了啊。完了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，给我们的飘飘点点关注啊。想洗脚的啊，没有点关注的，点点关注。是几楼？他是24楼。真拿脚盆去了？当然了，你先洗。行，我先洗吧。咱们给谁洗呢？关键是，给腿哥吧。给腿哥洗吧，好吧。我没小费，别给我洗。我们给腿哥洗吧。我不要。你要？女人说不要就是要。我不要。你要？你要？你得要。我脚上有泡，不能洗。我们放一个好日子吧，好吧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你们没看过我跳舞吗？你让我跳大摆锤，你疯了？你让我丢人现眼。来了啊！这咋洗呀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隔空洗啊，呼叫师傅啊，师傅不在这儿，师傅白天的时候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先选一下。腿哥，你是想当这个还是想当这个？你选一下，这后面还有一个。啊，想当哪个？就不一样的颜色吧，黑色。对，想当这个。我们小声点，麦克风有问题。麦克风有问题。我等会儿唱歌，我怕声音。没有麦克风有问题。给我来个基础油就行了啊。好的，腿哥。啊，不要贵的。腿哥你好，我是红浪漫88号，为您服务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51分，我们开始上钟了。腿哥，给我来60秒就行。60秒，好的，我洗个快速的脚。腿哥，最近晒得有点黑，防晒没有做好啊。我们就是先洗个手，擦个脸，好不好？我脚晒黑了，好像我出门不穿鞋一样。脸晒黑了。我们先来放个水啊。水烫不烫呀，腿哥？正好烫不
真好。哎，好嘞。需不需要我们精搓一下？我们有个剪搓，有精搓，需要剪搓还是精搓？加费用吗？是你的话我就不加了，你太漂亮了。那还是省着踩坑就不用了，洗洗就行了。好啊。哎呀，腿哥呀，就是我们说这个，我们先擦一擦发财的左手，再擦一擦发财的右手。这个脚啊，一看就是脚底生风，顺风顺水顺财神。那腿哥。不错不错，你这个面相，嗯，真不错。怎么有点灰呢？我们擦一擦，嗯，把它擦得有光锃亮一点来。这个脚有点硬啊，腿哥是不是经常走路啊？经常上舞台站的，是是一站站好一个小时。是吧？那你就得经常来按一按，我们这儿技术可好了。好，有会员卡吗？我们这个就是打七折。会员卡打几折？要不要试一下呀？打七折，就今天就相当于你免费消费了。好，考虑一下吧，这个手法怎么样？好，可以了可以了，你可以洗脚的，可以可以了可以了，这个这方面可以了可以了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我想给你多按按，你腿硬了。你可以了，我们有请下一位按脚师。真有意思啊，他们啊。可以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腿哥给咱一个五星好评吧。好的，行不行？嗯，喜欢我们飘飘的给我们的飘飘点个关注。嗯，好的，来点关注了，待会儿给你们跳舞。好的。第二名是谁了？今天我预热我。谁的音药？好，我的音药。我发现了，我俩在这按摩，你这叭叭的嘴就没停，你在这唠啥呢？一点一句没听清。就哥哥，他在讲小秘密。不是，就是我是个才艺主播，才艺多多，会唱歌，会跳舞，会拉个，就是上山能为武松打老虎，就被窝里放屁，能为右路。哥哥们想，别看他跳舞。不好，哥哥们，不是一分钟展示，我看看什么个情况。嗯呐，就是来吧，就是给大家带来一首《走天涯》吧，就他们让我唱高的，我也上不去，矮的也上不来。嗯，行。为什么你们都有墨镜？嗯，9.9买的，你要不要？不要。要不要？不要。不要。还得给你刷回去。搞半天你们都有啊。那。哎。我站起来吧，我只有把蒲扇。月亮依旧停在旷野上，你的声音被越拉越长，直到远去马蹄声响，呼唤你的歌声传四方，举头望天只见爷娘行，低头泪水为我写了妆，伤心平难相识徒满腔，彻夜无眠爱的路太长，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，谁的眼泪在月光中凝聚成了霜，是你想你想断肠，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，如果今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，来世花蝶依偎你身旁。谢谢我的天海哥送来的跑车，唱得不错呀兄弟们。其实摁啊，望穿秋水数不过期望，岁月轮回带不住忧伤，白雪苍茫盖不住惆怅，远上枯荣飞逝的时光，无奈岁月花鬓已如霜，但求千里与你共婵娟，天涯海角我都不能忘，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，谁的眼泪在月光中凝聚成了霜，是你让我想你想断肠，你
的脚步，牛郎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顺你到远方。如果今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，来世花店已为你盛放。谢谢。真的，你的唱歌这个烟嗓真的可以，他还有这个屏幕上还有好多说的那个，这个属于他这个嗓子有点这种烟烟的那种低低的中音，真的是可以啊，不错啊，不错。我是也是第一次听你唱歌，但是我之前好像是你刚来的时候听过你唱的一两句，今天算是正式的听你唱了这个歌。你还直播都这个不到一个月是不是？嗯，也是熬夜选手，听说啊，一熬的话我还说呢，一熬的话应该是。他不是熬夜，他是熬半天，他熬到中午，半夜直播完了之后是中午下播，第二天的中午下播。大家没点关注的，给我们那个小陈不陈点点关注好不好？谢谢家人们啊！好，聚焦一下啊，来，有请我们的这个全场 VIP 第一名啊！你这个眼镜也忒大了，是不一样，兄弟们啊！嫌我脸小？你要展示一个什么？跳个舞吧。啊，幸亏不是唱歌。我本来说唱老大你的歌，他们都说你给我闭嘴。嗯，是我听过，我太了解你了。谢谢木哥，感谢木哥送来的抖音一号。谢谢大哥。我是嗯。家人们，给我们的半夏啊，也是我曾经化妆老师啊，来。跳个舞啊，但是我真没看你跳过舞啊。那体操舞那没有见过，给点点关注家人们啊。等会谢谢我找个音乐、哎、等会儿啊，我给你重连一下这个，要不然它又变小了。我趁这个点儿，我别磕吧。我听一下音乐、嗯、我忘了这个音乐是，我听，对，就是这个，还是哥哥啊。等一下，要闭灯吗？我的灯闭了就看不见了。啊好。嘿，放哥，爸。这个你要跳好日子吗？谢谢木哥。啥时候还会跳舞了？哎呦，这腰比我命都硬，你们是真烦人呐啊！但是不得不说啊，你这进步还是挺大的，因为正常可能大家还不知道，我介绍一下，这半夏呢其实是以前化妆老师，是咱们这个七彩化妆老师，后期的时候呢，完了就变成我们的主播了啊，我们的主播了。完了之后他唱歌呢，我还刚才要唱歌的时候呢，我就说他是不是酱宝叫的？是不是酱宝叫你的？唱歌啊？啊，不是跳舞。跳舞啊？啊，他们以前你是舞王二号啊？
他们之前还说我，就说我的腰比那个死了七天的还硬。你妈瞎说。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的半夏点点关注啊，谢谢。嗯，完了好多这个好多这个时候，就其实我还是不知道他会跳舞的，这应该是也是新学的跳舞。其实我的腰比你腰还硬啊，跳舞。嗯，小陈也会跳舞吗？这么笑呢？啊，会吗？会，会呀。飘飘会吗？会。那为啥不跳舞呢？刚才这跳舞他们都看过了。都看过。那我不没看过，那下回的吧。你怎么一笑，你们都笑啥呀？在屏幕上真是的。都没有，说实话啥呢，就是他们主要是没有体验过洗脚，想给飞超越姜老师，就腿哥洗个脚。哦，你笑得好恐怖，这叫开心放肆的笑，自己家怕什么的。好了，我们给我们小陈还有我们的半夏以及我们的飘飘点点关注，等下次检查作业的时候跳舞啊，完了那个半夏唱歌。雇佣两下不是要雇佣吗？就吧，给你们仨一个任务啊，完了你们仨连一个，必须他是老摸抓他一个，你们仨必须是前三名啊，要不然不行啊，必须完成任务，能不能保证完成任务？有夏姐在，没意外。好的，不是他，是你们仨，你挑个软柿子捏。嗯，行，我们三个去找一个，找一个，他是第四就行，你别让你反揍了啊。嗯。好的。都不错啊，其实有的新主播，像他们新主播有的直播就几天啊，有一个来月呀。别下一组了，别下一组了，我没有了，唱会歌吧，李冰哥们唱首歌啊，唱一首那个洗脚服，这回可有地方洗脚了你们啊，唱首那个这个离别开出花呀，想听吗？唱歌吊人那不一定。那我唱个这个歌啊，这个歌现在这个歌可含金量可高了呢。这个我好像没有那个伴奏呢，我翻翻啊，离别开去是这个吗？不弹，怎么唱歌走了呢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李冰哥在，木哥也在呢，送给几位大哥还有直播间的兄弟们。坐上那朵离家的云霞，要去无人知晓的天涯，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，孩子爱上其实不复杂，我眼泪轻轻的擦，别管那多嘴乌鸦，眼下那些风沙，要天天慢慢长大，要错过几个他，用你最好的年华，这是青春的代价。当离别开出花，伸出心长的枝桠，像冬去春又来，等待心血融化。你每次离开家，带着远方的牵挂，去无人知晓的天涯，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，孩
样子人生其实不复杂，哦，眼泪轻轻地擦，别忘那童年梦话，幻想那鲜的花，也随风慢慢长大，要错过几个他，用你最好的年华，这是青春的代价。当离别开出花，新出新长的枝芽，像冬去春又来，等待新雪如花。你每次离开家，带着远方的牵挂，那城市的繁华盖住了月牙。当离别开出花，它生长在悬崖，在最高的山顶才听得见回答。没什么好害怕，孩子放心去飞吧，在你的身后有个等你的家。当离别开出花，新出新长的枝芽，像冬去春又来，等待新雪融化。你每次离开家，带着远方的牵挂，那城市的繁华盖住了月牙。当离别开出花，它生长在悬崖，在最高的山顶才听得见回答。没什么好害怕，孩子放心去飞吧，在你的身后有个等你的家。哎呀，整个再整个一场啊，又下一组啊，那我连一个咱没连过的呗，好不好？哎呀妈，怎么还这玩意儿火了呢？怎么还不愿意唱歌？我一唱歌怎么还掉人了呢？我唱歌就那么不好听了，没意思了？难道没有那个啥有意思吗？你确定给我的名单那个名儿没打错吗？我搜不着他人啊。嗯，不整那么大的局了，咱那个啥，咱找点别的玩的吧。弄大局不行，整不上去了我。嗯哼，这什么情况？我连一下青儿啊。这是几个人啊？姐。啊？这怎么变成怎么整的？滋啦滋啦的。不是，这个怎么是？我这光我们两个先，这个下面有一个框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嗯，这样、我连一下啊。哎，是我的麦克风还是你的麦克风？我应该不是我的吧？我这刚才没发现这种嘶啦嘶啦的声 啊。不是，应该一会儿就好了吧？那应该是我、啊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现在没有了。嗯，我看看啊。我连一下，我看嘉欣在不在啊？我连一下嘉欣。一个人玩没意思啊，给你找个人陪你啊。行，可以。嗯，怎么不是呢？嗯，嘉欣在吗？嘉欣应该在吧，刚才我还看见他。你有的好友啊，那你聊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刚才你拉一下。啊、我拉他、嗯，我拉他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呀。嗯。我邀请他了。Hello， 老大，晚上好。啊，你，我说怎么搜不着？你是改名字了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一直这个名儿，好多年了。好，我这回把这个号都给你点上关注，省着搜你搜不着。好的。好，我等会儿、哎。我也没关注。我再来一个啊，这有的都没有见过你们。嗯，我看看。嗯。再来一个美女。来了吗？来了吗？
来了。Hello， 好嘞，来了，又说人家，哎呦，发现啊，哎，发现你们好像哪块长得有的地方是像呢？是一个化妆师画的眼睛吗？不是，谁？我啊，我是自己画的，我也自己画的。啊，哦，哦哦，你们的水平都赶上化妆师了。但是我跟化妆师学的化妆，咱家化妆师都已经做主播了。我把你们那个关注都点上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是有我这个关注吗？我有。好，嗯，跟大家讲一下啊，来检查一会儿，检查一首歌曲啊，完了呢，再检查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啊，这个，最近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？完了，一个十分钟的小小观察术啊，小小观，一会儿我们十分钟见，来，黄金30秒来了啊。好，那关麦。好，那我们关麦。关麦吧，关麦吧，来喽！男子组，男子不了。你像花儿一样很美，美得让人沉醉，让我忘了我是谁。手机，我这手机，你看看没电了，已经完全啊，完全没电了。给我来个手机啊！怎么个情况？怎么个事儿？男，我跟你讲了，第四名真的你不用躺，第四名躺都不必要躺，第四名太丢人了，第四名直接我就退出了。你怎么也得第三名啊，就像我说的，你躺那的和打躺那的意义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你说前30秒的加成多好，不拿你非得让人家。躺不了一点啊，一点都躺不了。给我加成了，兄弟们，我看看怎么个事儿，他能不能过去加成？78个。78个兄弟们帮那个林夕过加成啊！播抖音不让播的主播，抖音不让播啥我就乐意播啥。哥们，大家给我点点关注啊！我以前的节目内容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节目有点狠啊！咱们一起帮帮忙，一个星星就可以一个过一过加成，兄弟们自己家过完了，帮他们仨过一过加成啊！快快快，还有45个人，还有。啊，还有45个人，兄弟们帮忙过一过，给青儿啊，去帮忙去帮忙，一个小心心就可以了啊。我还用报那个啥吗，兄弟们？我还用在直播间报这个票数吗？就不用报了吧？我跟他们差个零，他们加成过不去吗？帮忙加成过一过，青儿的加成过一过，一个小心心就行。没事，这个没过去的话，下回还能过。飞人终于拿到冠军了，我让你在这说话，怎么点？禁言。我还是喜欢不说话的你。想念哥，你说你刚刚空刷那么多气球干嘛啊？你们都喜欢空刷，罚。还使用权限禁言，这就是权利。不用多，兄弟们，你要不拿第三的话，青儿永远是这些粉儿。咱们不用多，就什么呢？就
个是百千两万分就行。今天整个事儿，他有没有票？没票，我直接要上两万票了啊！兄弟们，真的，我要不上票，我觉得青儿都很尴尬，因为啥？他觉得他们仨在打，是不是？你要是我要跟他差不多票吧，青儿就不尴尬了。要不然他总觉得他是地模，这样吧，我跟他票差不多吧，他就觉得他是自己是第三了，对不对？你得考虑着主播的感受。谢谢我们的相哥送来的繁花蜜语，对不对？你看他都不开心了。我看看整个事儿，他第一这个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。互相检查是吗？一会儿还有一个加成，我发现了哈，排位第一的这种哈，分儿多的那种都很稳稳的哈，我也要当一个稳稳的女子。就是你们这帮哥哥的事儿，两样都要。欢迎顺心如意哥，什么两样都要啊？唱一首啊，唱一首，好好好，那就鹅哥，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啊！怎么还唱鹅歌呢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又100多个人给我加成。兄弟们，过过加成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！先给我们的青儿来过过加成，给他秒一下，要不然展示不了了。兄弟们，快快快！快快快快过一下加成，我看看啊，林夕呢？哥哥，谢谢彩虹，谢谢守候哥，谢谢七，谢谢飞翔哥。我别瞎说，欢迎风调雨顺哥，哥哥们。大家来一个小心心啊！一人来一个小心心，我达标了，兄弟们！这个加成人数简直了啊！过去了，不到10个人。欢迎喜乐的哥哥姐姐们，谢谢你们来帮我们过加成。好，是不是老大让你们来的？谢谢，谢谢哥哥们。不用谢了，我让去的。嗯。再加成还有24分钟，能不能在最后的2分钟挣扎一下？还有说的怎么搞的？你这什么意思？你心态真好。其实我心态一点都不好，已经炸了。加成是不是都过去了？加成时间到了，家人们，提前给你要费了吗？都已经这样了吗？他已经看不下去眼了，兄弟们，还有30秒，来点来点，争个第三秒，争个第三秒，却不流泪，不信你一瓶二锅还不飞，随便你能管多少我也奉陪，还有10秒的加成，明白都别怕
三保四，四不用保了，争个三得了。你们这9705票，还有这个，这里边属于什么呢？还有一个提前给的医药费是吗？还有30秒，就要个第三名，兄弟们，下播。你看看人家啥也不是，心态崩了一会儿啊，还有10秒。我就要个第三名，现在都已经啥也不是了吗？这直播间出名了啊、嗯、全是这个糖糖糖糖糖，别逃了，明天不先让我玩了啊，不玩了，明天非常荣誉拿下了倒数第一名，成功又守住了第四名，切。好，来来来，开个麦，开个麦啊！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兄弟姐妹们，谢谢大家啊、哎！怎么你们都开麦了呢？开了！哎，恭喜我自己啊，又有第四了啊，没毛病，兄弟们，我重新再开一下啊！你让着我们的，没有，是、嗯，不是让着，是真的。来，再来一把。嗯，好，来青儿。喜欢我们青儿的，青儿唱歌可好听了，他唱歌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，喜欢我们青儿的给我们的青儿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，来一首这个伤疤还没好，忘了疼，送给几个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简单哥送来的飞机。哎呀，关一下麦啊，哦，有那个声音，我觉得有点冷，我好想与你相拥，我月亮的河太匆匆，受了伤也没变得聪明，我在夜里听着风，可是你在喊我姓名，今晚的酒有点浓，多少杯才能回到曾经，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，就忘了说的话，烈的风，一见到你就心动就空洞，所有委屈都自都无影踪，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，就忘了你表情你僵硬，我还要等，还要问，还要听，所谓输赢都不及你身影。我还没听够呢，哎呀，行，兄弟姐妹们给我们的亲人点点关注啊，你要今天要播到几点呀？我一般2点左右吧，2-3点钟。不那么太晚了是不是？对，因为要上舞台的话，可能就是体力要是太熬的话受不了。嗯，来，我好久也没听我们的嘉欣唱歌了。好，我唱个鹅歌。兄弟们，给点点关注啊！我唱个鹅歌，我献丑了，在原唱面前献丑了。谢谢南唐哥。关一下麦，我关了，快点帮我关了。嗯，好。你
还未来何及兑现承诺的誓言，你却悄无声息匆匆离去不辞而别，你深爱的一切依然保存完好无缺，那是你唯一留下陪我的情节，你是我难舍的情缘，我开个麦啊，开个麦，开个麦。好，哎呀，唱的歌是真有劲儿啊！哎呀，好听好听好听，在这儿呢。谢谢，感谢那个，谢谢随缘大哥送来的抖音哈，谢谢谢谢，破费了，谢谢破费了。嗯，哎呀，可以吧？这个可以啊，九十分，那十分呢？啊，你是要给我一百分是不是？没有给我们嘉欣点关注的，给我们嘉欣点点关注，谢谢兄弟们啊，点点关注啊，来，谢谢有请我们的本场。VIP， 哥哥们的支持。那我唱一首就是平时没怎么唱过的歌吧。什么歌啊？唱个倔强。如果我唱破音了，不要笑我。倔强。好。好，大胆的唱。年少时简单的期盼未来，想要和你相偎相依，慢慢变老，充满了美好，曾经心中未来的你已变成过往，我多想抓住你的手不放，那一刻我们都倔强不言离，会回头望一望，背对着流泪，怎么也学不会原谅。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倔强？说过的承诺已不再坚强，哭这个歌可不好唱了，好像我就觉得我听过我自己唱过，第二个就是听你唱过，没有，这个歌很不好唱。谢谢闲逛大哥送来的浪漫营地，谢谢余生哥，谢谢山大哥，嗯，还有点谢谢，真的这个不好，这个不好唱，大家没有给林夕点关注的，给我们的林夕点点关注，谢谢家人们，
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呀，你们都熬夜选手，都几点休息啊？给我擦猫汗。天亮了，我也唱的晚一点，至少也播的晚一点。行，这个歌有点大吗？对，这个歌很就是不好唱，就是它很、它有很多的技巧里边，而且还音还很高，就是真假音的时候换的时候一点都不好换。其实我就像那个嘉欣唱的那个歌也是。不是，我最主要我觉得老大我看到你我还是有点紧张。我也是，为什么一看到你就紧张？老大，对啊，我觉得平时就还好，因为不知道我刚才说呢，我说认识老大这么些年了，还是一看到就像老鼠见了猫。完蛋，你看现在就不紧张。我也紧张，但是现在还是在差一点，他没表现出来是吧？对，行，那我就撤了啊。完了，你们也别熬太晚了啥的啊。你给林夕都唱冒汗了，看着了脸都红了。好了，家人们别点关注的青儿，还有我们的嘉欣，还有我们的林夕，点点关注啊。就是唱吧，那你早点休息吧，姐。好嘞，你们播吧啊。拜拜，好的，拜拜，老大。哎呀妈，确实紧张吗？就这是紧张，这个歌也很那个啥，不好唱。呜，还是谈的明天疯狂周四吧，明天疯狂周四必须疯狂啊。啦啦啦啦啦，那水沙。放手倔强，不放，我都倔强一晚上了，不全在那看着我，全在那看着我。那霍嘉诚哐哐的上人直播间，这个过，这个过，这个过，完了再回直播间的时候，你一个票也不上，完了在这放赖，躺，你就这个。木哥你还小，你也是，但我木哥对我可以了啊。这算点歌吗？倔强倔强唱不上去了，可以给放。我是个目标，我必须要把我这个50个气球整够了。夏伯伯疯狂周四，行，咱就不再播一小会儿，5分钟咱就下。打野找面子吗？不找了。我发现了，你们有礼物都空框框空给我，都不给我上票。你们就是在那放躺，为了就是放躺，为了就是刷一个放躺的表情。就是等医药费，这一回半回行，不能总这样。打个外人，大家伙都上了，确实这不用寻思，每次都是这样。等着他残酷吗？我想命运飘摇的野花，哒滴哒滴哒，这是节目。哒滴哒滴哒，徘徊着的我。唉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惨过，你信吗？我该走吗？不安的要去哪儿？去的哪儿会好吗？自说自话，想了无牵挂。也吧，不打了，都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啦啦啦啦啦，不吃啥。谢我听海哥的气球。谢我听海哥又一个气球。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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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小草哥的气球。为什么我说我要第三呢？第三你要最后的话就没有玩的了，只有第三跟最后那个差不多票才有意思。谢孤狼哥的气球。所以说呢，谢谢魔灵哥的气球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卡在第三的位置是最好的。林阿乐现在连不了，不要刷屏了，我要连谁我就连了。还
还有跟大家说，我想连那谁，我想连谁的时候呢，我就连了，大家就不用老丁告诉我去连这个去连那个，好不好？嗯。谢我们的天海哥，我都说一遍不连了，指定是不连了。要连谁的话，我得说微信问问啊，对，扣个字儿啥的，告诉我一声。哎呀，谢谢木哥，谢谢谢谢天海哥，谢木哥送来的一串二气球。自说自话，想聊你牵挂。啦啦啦啦啦，不吃傻。啦啦啦啦啦，谢谢木哥，木哥破费了。谢谢我们的善待哥。最后一名的话没有面子，第一名的话让别人没有信心，所以说就是四个位置的时候检查作业，只有第三的位置是最好的，第三的位置也是最香的。唱个歌结束吧，不唱了，我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个。谢谢几位大哥，谢谢兄弟们送来的气球，送来的棒棒糖，还有小心心站的榜。给来一个什么呢？菲儿版的倔强，大家点的。有名位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三给他们压力吗？对，既有信心又有压力。听歌，我不说话了啊。年少时简单的期盼未来，想要和你相依相偎，慢慢别变老，充满了幻想，长大后那些承诺，已不再牵。
听吧，这个歌。谢谢听海哥送来的连送十枚气球，谢谢我们的白发哥还有朵朵，谢谢我们的善待还有木木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来一首歌收尾啊。什么？今天玩的挺 happy 了。谢谢谁看见。在心碎中认清遗憾，生命漫长也短暂，跳动心脏长出藤蔓。不来欢快的了，我要延续一下情绪。受一生只为他穿身，若是
苦守一生，只为他转身。只是今生劝你别再等。优虎哥，谢谢听海哥。没有啊，牙塔还在滴啊，但是缝小了。好听啊。哎呀，那我们再来一首吧。那我们就11、12点下播吧，好不好？那我就不唱嬉皮笑脸的歌了。我唱一些就是走心一点的。千总为无情伤，都我有点忘记了这首歌。我其实我以前可喜欢这个歌了，唱唱就忘记了。我听听，听遍原唱吧，好吗？丫头唱花轿里的人一绝，谢谢夸奖，喜欢听我的歌啊。其实这个歌，尤其是晚上听特别好听，天际我都觉得太多人唱了，都不想唱了。这个歌很少人唱。我的眼里有满天风沙，我的心不为谁如花，我的泪沙边沙抹不开花，不愿听我听我的版本好，要不然我不太会唱了。我跟人家唱歌不是跑调，就是他那么唱不会，我就会我自己这么唱。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？多情总被无情伤。以前我经常唱，现在唱的少了，有点忘记了。我听一遍就能想起来。谢海哥飘了个寂寞，飘啥了呀？再飘一遍。刚刚回家。风沙千里吹不
停，深深地埋藏着我一生的爱情。有可能超跑片啊！哎呀，谢谢星海哥。沙漠不开花，不愿为你牵挂，给爱流浪的人一个家，送给孤独的人的真心话，经过这些年你还想我吗？其实也不必回答，情的人总以为无情伤心，又何苦执着谁对谁最真心，风沙千里都吹不停，掩住我滴滴泪的眼睛。多情的人总会无情伤心，别问我今生何时才会梦醒，风沙千里都吹不停，深深地埋藏着我一生的爱情。谢谢谢海哥，照顾好自己啊，谢海哥也。沙漠不开花，不愿为你牵挂，给爱流浪的人一个家，送给孤独的人真心话，经过这些年你还想我吗？其实也不必回答，情的人总以为无情伤心，又何苦执着谁对谁最真心，风沙千里都吹不停，掩住我滴滴泪的眼睛。多情的人总以为无情伤心，别问我今生何时才会梦醒，风沙千里都吹不停，深深地埋藏着我一生的爱情。多情的人总以为无情伤心，又何苦执着谁对谁最真心，风沙千里都吹不停，掩住我滴滴泪的眼睛。多情的人总以为无情伤心，别问我今生何时才会梦醒，风沙千里都吹不停，深深地埋藏着我一生的爱情。
谢我们的魏环秋，谢谢。歌名叫《多情总》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好了，收工。休息，谢我们的山大哥，最后一首吧，再来一个呀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躺平，一会儿可真不得真躺平了啊，这回不是那个啥了，躺平我要休息了。加班啊，哎，加班我要出场费啊，越往后越贵啊。来，给兄弟们来个这个歌，兄弟们照亮照亮给啊。我的水都喝没了。相恋的那天就预感这一切，谢谢你离开前给的体面，把你放心上，好像梦了一场，去流浪一起走过的地方，谁离开了谁，玫瑰依然绽放，幸福是你说过最美的话，拾起那片沙，埋藏曾经过往，失去你我却找不到方向，忘记你用余生的时光，忘记你这半生的凄凉，时间已老去，走得太匆忙，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，忘记你让孤单去流浪，忘记你是难愈合的伤，让思念和悲伤不那么倔强，这爱情在世界中第三场，忘记你这半生的凄凉，
走得太匆忙，但愿见到你，你别来无恙。忘记你，让孤单去流浪。忘记你，是爱与恨的伤。让思念和悲伤，不那么倔强。这爱情结局。晨曦哥，别跑啊！谁跑了？这回最后一首了吧？可以了。嗯，这回下课了吧？谢谢我们的善待，谢谢我们的魏环秋小哥哥，谢谢送来的气球，谢谢李斌哥送来的望春山，还有我们的蓝叶草哥。谁点歌？善哥点歌是吗？点什么了？是我卡住了吗？我有的时候都看不见在直播间里。明天疯狂星期四哦。下巴声音都哑了吗？有点哑了。啊，都没有水啦，这一点眼力劲儿没有呢，怎么？你想听啥歌呀？我问问，没事儿。想听什么歌？我看看我会唱不？真心的人没有几个，你都没有我灯牌儿。这咋听我唱歌的啊？谁点的？谁刷华子？烧火箭？这样好吗？这样不太好吧？唱一个，唱一个啊！真心的人没有几个，这回是真最后一首了啊！人家都榜四了，好吧，大家可能看不到。说那话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请你走好自己的路，别去理会那些不相干的人。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就不要随意评价我，别去理会那些莫名的疏落。是真心的人没有几个，再怎么改变也做不到没有缺点。生命是一段旅程，自己选的路归也要走完，勇往的人才不会嫌他遥远。
手，请你走好自己的路，别去理会那些不相干的人。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就不要随意评价我，别去理会那些莫名的疏落。你认识的人那么多，但是真心的人没有几个，再怎么改变也做不到没有缺点。生命是一段旅程，自己选择了回忆嫌他遥远。你认识的人那么多，但是真心的人没有几个，再怎么改变也做不到没有缺点。生命是一段旅程，自己选择了回忆嫌他遥远，有梦的人才不会嫌他遥远。学生奶哥下课了啊，累了，坐不住了。山奶哥明天啊，给我打人气票啊，给我打人气票，我记仇了啊。兄弟们明天疯狂周四啊，不行了，累了累了，好呀，下班了，我要下班，我要下班。在屋里边呢，明天都给我打人气票，听见了没有？累死了累死了啊！对，今天风就星期四啊，加班加班，我要下班我要下班。收没收着？有小孩的上小孩，有大孩的上大孩。明天疯狂周四啊，嗯，疯狂周四啊，晚上8点到9点啊，打多少张？先秃噜秃噜，我看看，几百张？600张，都600张啊？还有几百张呢？都600啊？今晚500、600打满，600必须600，我都看见了啊！捋一遍，快扣字扣字，我看一眼。看一眼我睡觉香，599那一票呢？打死！那先马票了啊，三个号 ，OK， 300张、600张，1张，行，能整一张整一张，能整100张整100张，能整66整66，能整个80张就整个80张，100张就100张，800张 OK， 能打满的我们就打满。优惠额是不是两个号啊？不行，框我啊！688，好嘞，1张加点赞，行，有1张出1张，有600张出600张，我也是这样，没事，所以不嫌弃，能占助力的我们就占助力，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们就打满，嗯，999还了，好，清风哥 ，OK 啊，录屏了啊，老六们，你这一天，你们是真行啊，录屏啊。啥都录屏，没有点关注的我们上方关注点上一点，家人们，嗯，我要下播了，我要下班，我要下班，我要下播了。凉凉每天都是一张吗？我有三个号，603张 ，OK。为什么是603张呢？
那三个号呢？你那个三个号不打码吗？走啦，兄弟们，明天八点，不见不散。拜拜。哎呀，累了，睡觉了啊。